陈先生的关心的是针对着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咧全球延烧，当疫关伫咧疫情是来招募着两台的防疫客停车，提供居家隔离含检疫的民众就医接送的服务。当疫关政府将依照着路程的距离来进行着补助，嘛希望借由防疫客停车大型的交通服务，减少被接触者含居家检疫的人伫咧外口停留的机会，嘛来降低病毒传染的风险。因应严峻的疫情，该县政府所属机关学校全面提升防疫等级。县政府机关也采取单日入口量温度、喷手消毒管制措施。餐厅停止用餐，员工买餐以后家己带回办公室。卫生局也召集到两名防疫消防负责接送居家隔离、居家检疫乡亲的就医交通需求。县政府以路程鼓励每一座予伊不定的补助，希望借由防疫消防大型的交通服务，减少被接触者甲居家检疫者在外流的时间，降低病毒传染的风险。防疫消防一届干来用载一位人客，乘客确诊比例为接触者，司机就必须居家隔离14天。做好防疫是大家做回来。谢谢新闻，蔡明东，台湾采访报道。